注意看，这台白色轿车太好了，转弯的时候竟然直接来个擦边球，幸好盆栽为你挡煞，今年运势减一。标线并经过检验都合格，都符合国家标准。至于民众因为雨天去摔场的情形，我们会请厂商在现场再做一个评估，看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改善。